She's singing softly in the night, praying for the morning light. She dreams of how they used to be, at dawn they will be free.僵尸啊，那个神经嘛，今天是这样，可能欢迎来到视频道，我是安龙串鸟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来玩这个新出的这个无人机手套啊，无人机手雷，对它其实是归类在手套啊，手套其实归类在装备啊，就是手雷啊，它其实算于手雷跟装备之间。那它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前面的大家如果看前面的介绍影片的话，就应该知道。那我这边还是大概说明一下啊，它主要呢玩法就是像这样啊。当你按左键之后呢，可以释放出四架无人机。那这四架无人机呢，它会自动去追踪你附近的敌人啊，然后不是追踪啦，自动锁定你附近的敌人啊，然后呢给予电击啊，就是牵制电击。那它的电击呢会有僵直效果啊，会有僵直效果。那它这个是有需要消耗电量的哦，就是发射出去之后哦，它在你周围徘徊，有点像是警戒雷达的一个存在。那它电量到达一个程度之后，或是你主动按左键回收哦，那它就会回收进行充电哦，然后就会像这样，它就会看到有四颗球哦，四颗像足球一样的图示哦，然后呢慢慢再回满它的电量。当然了，它的电量呢是，它不一定要回满哦，它不见得要回满，就是还是可以拿出来用，哦、就是它在不满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可以把无人机派出来。那它派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派出来之后你是可以切换武器去做其他事情的，哦，切换其他武器去做其他事情。对，那我们现在需要去找一个僵尸。那这个简单来讲，这个武器就是，移动型火焰物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它可以牵制哦，然后呢，又可以，针对僵尸做单体攻击。好，至于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右键啊，点了一下右键。好，对，点了一下右键，它就是会让无人机进行自爆。好，那它的这个自爆攻击呢？简单来说，我觉得就像火莲雾一样，只是它只能说是携带式的火莲雾。对我来讲啊，一次带四颗。对，那。
它当然啦，这个四颗如果你全部丢出去的话，就要透过那个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现在搞这个僵尸。好，两个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好，三个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明显，那我们少了三个球。那如果说你少了这三个球呢，你就知道变成说你要捡补给，哦，他的球才会恢复。不然的话，他的球是没有办法，哦，自动生成的哦。如果是你主动回收的球呢，他会有，对啊，这边有人被抓了啊，哦。如果是你主动回收的球，哦，那他会有那个充电啊，哦，它时间到了自动充饱，你还是可以用。哦，那如果是你丢出去自爆的球，哦，那就不能用。丢出去自爆的等于是没有的，哦，就像火莲雾一样，哦。所以呢，我为什么会说它是期待式火莲雾？它简单来讲就是，火莲雾，然后多了一个自动范围在你身边。六公尺的范围哦，这个距离前面我测过啊，六公尺哦，它的最远距离是六公尺，六公尺的范围内呢，去侦测电击你的敌人哦。那它这个电击哦，对那个雷比亚哦，残暴雷比亚就是击退可以抗击退的那个雷比亚哦，是有用的哦，它是可以抗它的，是可以缓它的击退的。那对于莉莉丝跟女娲这两个。高移动性的僵尸角色就不太有用，对，目前测下来是不太有用，对。那我刚才也很想要找有女娲莉莉丝的房间，但是很无奈哦，就是陆服这边哦，因为我现在玩的是陆服哦，陆服这边的房间几乎，哦，僵尸力的话几乎都是武将的房间，我也不知道他们。对，跟韩国人一样那么喜欢玩，而且每个房间都有黑 AI 哦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玩一下。我觉得我们整场都尝试用这个球去杀人哦。如果你要都是一直用这个球杀人的话，那意味着你会需要很多颗球。那也就是说呢，你要常常去捡补给，跟火莲雾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先基本上先让它充个电，它这个耗电讲真的其实蛮快的。它这个电量其实耗得很快。好，这个伤害，它右键哦，右键伤害，爆破伤害非常高啊。基本上虽然没有，我觉得，火莲雾其实我没有去测，其实我已经忘记它的伤害，但是，顶多比火莲雾略低吧，我个人觉得略低吧。那这一局我们是找了一个僵尸英雄的房间哦，进来也测一下僵尸英雄，就是在没有技能的情况下呢，这个他说火莲雾哦，他叫火对不对？那这个很像火莲雾的东西，我们就叫水莲雾吧，因为它是蓝色的，是吧？是蓝色系，我们就叫它水莲雾吧，因为一直要想它那个无人机啊、手套这个。真的很麻烦，哦，而且讲真的，他这个很对台服名称也还没定嘛，搞不好就他妈叫水莲雾，对，我来预测一下，对，我真给我猜中了，对吧，啊？对，他这个埋伏机箱是不会让他把那个电池充满的，对。现在是寻找僵尸，哦对，然后他这个连那个什么。隐身沙拉啊，它这个呢，其实讲真的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，如果说火莲雾它是主动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它就是被动的。怎么说呢？除非你自己去找敌人啊，除非呢就是使用者自己去找敌人，不然它就是只会绕在你的四周啊，绕在你的四周，对，四周去进行攻击。那简单来说，它这个东西，
很，其实有出缺陷也是有缺陷的啊、哦。它不像火莲雾，火莲雾呢，你丢出去事后不理，对吧？丢着地板上，粘在人家身上，哦，或是直接往僵尸身上丢，哦，对，爽炸就炸。真的，这个东西呢，你使用之后，它只会绕在你的周围转。哦，说好处，说好也不好，说坏也不坏。哦，好处就是它成为了你一个算是你不需要自己去操控的哦防护网。哦，就是对，你不用担心说被偷袭或是干嘛的，就是除非是遇到女娲那种啦。那基本上隐身沙拉它也会防。对，那就是说天剑，像天剑这种防身型的武器，你也是要看得到僵尸，哦，你才会举盾嘛。对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随时都举盾。对，我讲的是说一般的情况之下啊，那这东西就是说你不需要管。它自己会帮你电起，当然它的电池，它电池电量，这个是它的一个，对，它的一个，对，就是缺点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距离，它的距离六公尺，它的距离六公尺意味着说你要打僵尸呢，你必须要靠近它，那靠近它你就会有危险，好，那例如遇到这种阿奇，靠近它你就有危险。拉吧，六公尺的距离，所以说，像这个就没办法。六公尺的距离意味着你要搞僵尸，你必须要自己靠近它，哦，没有办法说像火莲雾一样有个距离可以扔出去，对吧？它这东西扔不出去，它只能对释放，啊、哦，不能扔，哦，不能扔出去，那就变成说这个是一个算是劣势的，它的一个缺点，没有办法去做远距离攻击。哦，它只能在一定的距离六公尺内去进行哦侦测跟攻击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，对吧？那僵尸就拿你就拿僵尸没辙。哦，当然啦，我讲的是说你在不搭配其他武器去做牵制僵尸的状况之下，哦，当然啦，它好处还是有的，好处就是例如说，哦，像刚刚讲的牵制可以牵制雷比亚，哦，残雷，哦，我觉得这个武器很适合有360的玩家啊。怎么说呢？有360的玩家，你可以做360度的防御嘛。但是呢，360没有办法阻挡残雷的那个击退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，如果你有这个水莲雾的话，你就可以哦，让他帮你定这个就可以哦残雷。弥补了这个360缺点，而且他讲真的，他伤害其实也够啊。所以其实如果你假如说，遇到残雷，哦，那你看到你电他两下，你觉得说你不行，你要处理掉，你就右键 bang bang 啊，两颗雷过去，他就对，就送他上天，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他讲真的，这个就是主动式携带礼物，应该说啊，被动式。被动是期待点，主动还是火莲？对，好，嘿，好的，那这个水莲路啊，我无人机手套啊，简单介绍，好，那这个简单的介绍，还有前面的影片，好，那喜欢的话，对，拜托啊，帮我留个言啊，然后分享出去啊，对，好，那现在就是这样，好，还有就是对。那个最近我办一个长期送玩活动，就每部影片都会抽奖，那就是说你这部影片留言，然后下部影片的就可以抽奖，对，啊，那详细内容可以在我下方说明查看啊。那这个活动其实主要就是对抗 YouTube 演算法啦，对，就是我的频道呢，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被 YouTube 演算法搞很久啊，简单就是你影片没有被推出去，啊，
没有被推出去呢，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有开分账，还有开无痕视窗去测试过，就是很难搜寻到我自己的影片啊、哦，包含你们平常在右边，就是看 YouTube 的时候，你们右边或是下方会推荐的影片，哦，会很少看到我的影片，哦，因为 YouTube 很少在推荐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会导致这个流量非常的少啊、哦。那这个流量呢，讲真的，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、哦。那有一个可以解决这个的办法就是啊、哦，就是它 YouTube 推荐机制是这样，就是你影片刚上传的时候，你的点击率在前面一两天呢冲得越快，哦，它越有可能推荐你。还有就是，当然还包含你的那个影片下面的留言哦，互动量哦那些。所以呢，我诚心希望各位就是有影片上传的时候哦，先去留个言也好，不一定要马上看哦，可以先去留个言，然后有空的时候再看哦。但是我希望至少就是点进去先留个言，留什么都好，对，随便留哦。你可以之后看完影片再修改你的留言，都可以，对，没问题。然后要不要抽奖，这个看个人。对，对，就是总之，希望各位可以，对，联合我们这个就是怎么讲，观众跟创作者一起对抗 YouTube 演算法，因为 YouTube 这个演算法真的会，它现在真的对就是小型的创作者不友善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小型社群，哦，就是当然我们不像那种十万、一百万、百万 YouTube， 甚至千万的那种。有自己一定的量，好、哦，当然没办法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必须要靠大家各位的努力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还拜托各位啊、哦，麻烦各位多多帮忙，对，好、哦，现在就是这样，好、哦，好，那如果之后还有什么想要看我影片的东西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啊、哦。然后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叫龙舟回的活动哦，大概每一周或两周，我的基本上我现在固定礼拜天会直播啊、哦。对，因为想说龙川领王零一二三四五六都算是一个周啊、哦，那礼拜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天，因为它算有的国家把它设为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啊，也有国家设为一个星期的结束。那虚无的东西，我就把它归在零嘛，零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定在礼拜天啊，这个随便自己脑补的设定，就随便听听就好了。对，好，然后总结就总而言之，就是我现在大部分如果会直播的话，应该主要是礼拜天啊，平日的话就是不固定啊，就是想开就开啊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基本上你要收到我的直播还有影片通知，就是一定要点那个小铃铛，对，点小铃铛，然后点所有通知全部，哦，这样才会听，才不会错过任何通知，懂？然后，我那个龙舟回哦，就是每个礼拜天呢，基本上每个礼拜天，哦，都会玩一到两张 Studio 地图，哦，然后看情况啊，哦，然后会把它拍成影片，哦，就是对录成影片，然后之后上传，哦，让更多玩家看到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有很好的 Studio。不错的 studio 地图，想要推荐给我的，想要让我玩的，也可以留言给我哦，对，也可以留言给我哦，或是在我直播的时候，哦，在聊天室啊，跟我说，对，大概上不论是什么类型的，其实都可以，对，我都欢迎。对，那基本上我这边要先讲，就是我个人对地图有一定的标准跟要求，当然啦，不是说你不能推荐，就是说你推荐的话，你也可以说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什么的。这些都很好，对。那前提就是你要能做好这个被有可能会被小小的批评的一些准备，对。那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想听好话，你就跟我讲你想听好话啊。如果你想听实话，那就听实话，对。那实话通常会比较不好，有可能会有不好听的字眼，对。那这就是比较需要改进的，比较难免会。所以呢，这个需要自己斟酌。好，以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这部影片到这里，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